Hello， 哦，今天我们好久没有来到我们林妈妈的开心农场单元了。那今天来这边干嘛？丹丹，刚刚一开始的时候，现在已经芒果了，已经结束了。刚刚一开始我想说多多不知道在忙什么，结果多多突然从草丛现在被大大咬走了。多多从草里面呢，我在那里，他咬到一颗烂掉的网球，然后自己在那边玩得非常的开心啊，就是这一颗了啊，就是这一颗已经烂掉了，哎，丹丹，这多多让多多看到了，这一颗呢，应该是我们之前，来还我，给我，这颗应该是我们很久以前哦，就来这边玩到不见的球，然后呢，居然被让多多找到了，你看他现在非常兴奋，这种不要玩这个脏的，这个脏这个很脏，不行哦，我们换新的哦，来，我先把这个脏球放好，不然的话那个脏球太脏了，来。我有帮你们准备一颗新的球，好不好？啊，那今天来这边呢，是想说呢，也好久没有来跟各位介绍那个我们的果园了。啊，来，快点，有新的球了哦，去吧！啊，我逮那个最来的。哎，多多不要多多坚持。哎，大大，多多只坚持要那一颗旧的。这一颗很脏啦，这袂使啦，这伤太高啦，你来看。这样呢？不爱，你哪呢？我不爱生，不可以，你不可以玩脏的，那个很脏呢。啊，好，那今天的主角哦，当然就是我们这边哦，各位有看到吗？这边呢已经开始有在包这个东西，这三明干。菜龟啊、嗯！哦，真的呢，你看这个是冬瓜，这个是冬瓜哦，直接这样绑起来了哦，它是一种吊床的概念啊。哦菜龟啊，这些都是菜龟吗？这个还没包。菜龟是那一个大妈阿里阿东那个菜龟吗？哦，不是哦，好，好吧。乌拉钢龟下达啊，哎呦，哦，是这个菜龟哦。那如果是另外一个菜龟，它可能要戴眼镜啊、哦，然后要比较低一点。好，老爷，你对，九九嘞。我们的老爷好像跑到里面去了，这个不是九九哦，各位，这个是大大哦，哦，虽然我们常常自己都会认错，哈哈哦，老爷今天照例来带我们在冲上哦，那多多，那个是旧球，那个是脏球，不可以。他超喜欢这一颗。哦，就是有新的球不玩了、啊，他们就是一定要玩这种脏脏的。哎，大大，来、啊。快点！大大，唔知啊，大大就是跟着玩的。哦，这边就是菜瓜，没错。啊、哦，然后都是菜瓜，然后，对，哦，真冷佳佳体力无限呢。那我们今天来干嘛呢？今天主要呢还是要来这边喂鱼。我们林妈妈准备了一些小点心，要给我的30,000多名粉丝，我的鱼的粉丝们哦，可以让他们今天呢可以。加个菜，哦，各位有看到红蜻蜓吗？飞呀飞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哦，这个就是红蜻蜓了。哇，好久没有见到红蜻蜓了。不能吃啊。成双成对哦，现在哦，来，哦，这个是过期的吐司面包，快过期的吐司面包。哦，我30,000多名粉丝来了。哦，好嗨呀、啊，你妈擦、啊！哦，好嗨呀、啊，狂客。哦，再配上红蜻蜓刚刚好，安诺啊，这个球等一下掉到水里面，你得喝剩啊，我跟你讲，来，大大放开，不要玩了，好，来哦，准备哈，哦，哎呦，您真叫怪怪呢，有新球不玩，然后就是一定要玩旧球，哈，等一下我按到稳定器，等一下哦，好来，哎呦，我老爷你遐哦，九九你在对。啊，老爷，你刚刚跑去哪里？啊，你刚刚跑去哪里玩？啊，好，我知道，大人的世界不要过问。好，很好，多多，我跟你讲，你是不是神犬就靠这一次了？我现在把它丢到果园里面空抛哦，你们如果找得到的话，那就厉害了。来，多多，看这边，我丢到里面哦，去吧，哦。真的哦，这个有视觉上的障碍哦，他们在上面是看不到，因为他们底盘低，所以呢被果树挡住。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球呢？到底是不是神犬哦？哦吼，哎呦吼，豆豆，你直接
欠栽培嘞，吼、哦！你这欠栽培嘞，啊！你看我那公公嘞，那只公公唔知在冲啥，刚才对人在走呢，啊！唔知在冲啥，吼、哦！我们多多都知道自己要干嘛，好不好？好，多多再一次哦，我丢到果园里面哈。哎、欸，等一下，还没，准备。一，哦，多多真的生犬了，去吧。哦，我丢那么远，他还找得到阿丽嘞，没出几个嘴呢。哇，到满天都是红蜻蜓哎，好多红蜻蜓哦，哇！蛮漂亮的、欸、哦，虽然、哦、有些怕昆虫，多多还在找哦。啊，唔咧，唔是讲神犬呢啊，神犬你对啊，大大你啊，大大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哦。他现在只是你看他的表情就是很认真，但是他完全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好像多多有事情要做，他就是过去凑热闹而已哦。各位，他我大大哦，真正无咧想想这個，他只是真的单纯凑热闹而已哦。然后这样多多是在找球啊，你看大大，你看，你别去对，哎，你在冲上，你在冲上，哦，不用背嘞，啊，大大没有，你去找多多，哎，你去看多多要干嘛？哦，多多会跟你讲他在找球，好不好？啊，公公啊，就是对人嘞，哇，好多红蜻蜓哦，超嗨的啊，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一个温馨的小故事啊。今天我在刚刚出发前呢，刚好看收到一封信，就是一个粉丝朋友寄来的信啊。他里面呢就说什么，他之前好像是从香港要回台湾的飞机上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乱流哦，那个感觉非常可怕，就是可怕到那种就是感觉要坠机的那一种哦。然后就是空姐呢都赶快回去位置坐好的那一种，那机上的人呢都开始紧张的，有的在祷告啦，有的在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他不知道要跟哪一个神祷告，所以他当下的那个脑中闪过的是我们每天直播的画面哦。大家想到那个像这一对父子啊，他们这样哦，你看大大哦，我现在题外话，你看大大看哪边好像有事情，就是学人家做，然后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九九现在在干嘛，他只是觉得好像趴在那边，他就跟去趴在那边。等一下我如果拿石头丢，你看他看多多这边好像又好玩，他又要过来了啊、哦。就是安尼尔吼，就刚好躺在小上，哎，我按到，让大家看到帅脸了，好。好，然后我们回到刚刚的故事哦，就是那个粉丝朋友呢，他就脑中闪过的画面是那个就是每天他会收看的九大多的那个直播的画面，然后呢，他在顿时觉得他的脑中一直不断的 replay 他们每天就是好笑好玩的一些画面，因为他说基本上我们每一个直播他最少都会看10次20次以上哦，所以。在当下他真的哦，因为脑中闪过了这些画面，缓解了他紧张的气氛哦，所以呢他写信来跟我讲，除了说是就是感谢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外呢，主要还是提醒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他唯一在濒临生死关头的时候呢，他闪过了居然是九九大大多多的画面啊，大大居然在吃那个哦，这个不是过期的哦，这个是蛋糕啊，面包呵呵，大大在吃面包哎，跟鱼吃一样的呵呵啊。然后呢，他意思就是说，希望呢我们赶快哦成立一个公庙，然后成立一个宗教，开始敛财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呵呵啊啊，哎呦火龙果嘞哦，哦我妈的火龙果，你看真的哦，真的像一哦那个气势真的很像一个龙哦。哦，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个哦，气势龙头吧，啊，对对对，然后之后就会这个就是吗？还是它是花而已？没有，它已经开花了，这个还没开。哦，好，看吧、这个。哦，就够等了啦、这个。这个火龙果，它长大就会变火龙果吗？不是，没有，那开花完这个。哦，中间那一个，这里面就会长出火龙果。这一颗就是火龙果，等它长大了。哦，学到了，好、哦，好，对，没错，我觉得我们就是呢，既然都有粉丝朋友呢，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呢，居然脑中闪过了居然是我们每天直播的画面，那表示说，哎，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宗教了哈、哦，我们就到时候呢，大家集体募资，我们就先开一间公庙，然后呢，就真的开始敛财了啊、哦，我们就收集一些信徒啊，然后就开始啊。然后呢，就门口呢，就是放他们三只的铜像，哦，然后大家就进来开始哦，摸，可能就我们就设定一个主题吧，比如说摸九九的
脸颊呢是可以怎么样，摸肚子呢可以招财哦，然后不、啊、摸脸颊呢是可以招财，然后摸肚子的话呢，孕妇摸的话可能就比较怀哦比较容易怀孕，然后摸左边的蛋蛋呢比较哦生男生，摸右边生女生之类的哦，我们就是这样一条龙全部都包了哦，举凡所有的因为像我们道教的话会比较多神明哦，比如说要生小孩拜祝生娘娘，要什么要拜什么，然后我们不用，我们就是把他们身体像那个牛肉的那个部位一样分开，然后呢摸里脊的部分呢是保佑什么的，好，然后摸那腓力的部分是这样子，这样就好了哦，这大家呢都来都可以摸，然后摸的话就是多少会添个香油钱哦，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公开这样子敛财，非常的棒，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来哦，再来抽楼柱啊什么有的没的，哎不错呢哦，这个生意好像感觉可以做哦，好像像我之前回来呢，就有一些媒体朋友或什么会来采访我说什么，哎、欸，啊你回乡啊，就是经营一间芒果干店的那个一些，就是会来采访。那之后呢，我可以想到的画面是之后他们就是然后说，哦，那你从果干店呢转行经营一间公庙当庙公的那个经营的方式，哦，已经想到了，非常好哦，欢迎各大财经杂志呢，我、哦、赶快来采访，哦，真的。好、哦，那股票对，我们就集资，然后上市了，啊，就靠这三支来敛财了，啊、哦，然后我们就是还有成立一个公庙呢，就是集体哦，就是骗大家的钱，好、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哦，就是靠这种方式来敛财，哎，非常好，啊、哦，香油钱是石头还是饲料？哦，没有 ，money，OK，money，money，money，OK，、okay, 就是 money， 好、哦，好，那你们不玩了哦。你们还剩啊、哦？啊，你们还剩啊？你家休困哈哦，我再来想一些比较敛财的方法哦，连环炮攻哦，哦听起来好像不错哦，我适合当解签的，是不是？哦，我想说呢，之后我们如果公庙成立了，然后新的宗教呢也成立了哦，然后呢敛财的团体哦的那个委员会呢也成立了以后呢，我可能就是会再开一个电台。跟电视台，哦，那自己呢就是当那个哦直播敛财主持人，那我们就定期不断的卖一些他们加持过的一些东西啊，问世也可以哈，真的像台北地下街什么问世100块，哦，我们也是一样哈，但是呢，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名的宗教哦，我们是有品牌的，所以我们问世是200块。哦，大概是这样子，那什么都可以问哦，就是比如说什么 cosine 平方加 sin 平方什么那些也可以问 ，OK 没问题的哦，好，大概都可以，然后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一边呢、哦，其实像林妈妈种的这些菜，我们也可以敛财哦，就是我们就先说啊，这文案都先写好嘛，哦，这些都是天然冷泉，纯净甘纯的冷泉，这个里面呢曾经住过龙哦，它就是龙穴。龙穴呢，它就带财。那带财这些水哦，它基本上呢，它、哦、我们不要讲什么癌症功效，那个会被那个告哦。所以呢，我们就简单的讲，它呢，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能量转得更正面以外，我们用这些正面能量的水源来灌溉林妈妈种的这一些不啊，这些菜龟大妈阿里亚的这些菜龟哈哦，这些呢，全部加持过的，直接在我们的宫庙门口就可以卖了，好不好？就是一条，你这菜龟啊，那一条。咱卖2000啊，哦，啊，信徒食了呢，食了以后吼，来、哦、讲，嘿，真正囡仔啦，三条食袂大汉的，食完这补啊上好，啊，食完这菜龟上好，哦，真的，无咧甲你好笑，啊，这花吼、哦，这花网淡掉哦，你若买，我都随时呢都会附一撮这个菜龟的花，哦，这个花非常重要哦，他们呢，如果说你小孩子如果说是那种，考试不好，或者是不爱念书的，哦，这吼、哦。这个就泡水三餐泡水给他喝，泡到后面呢，它会有点烂烂的，没关系，晒干。你晒干以后呢，把它烧成灰，然后泡水再给他喝，哦，就是保证一定会落晒，但是那没关系，因为那是把你体内的，就是小朋友不喜欢念书的那些坏的物质，还有就是他们不认真上课的那些物质呢，把它排走，那个是很正常的，所以那个落晒基本上是排毒的。OK， 大概是这样子哦，我们就是可以开发一系列，然后当然呢、啊，就是像。再回来这个龙穴，好、哦，这个龙穴呢是我们哦里面住了一只龙，再讲一次，那里面住了一只龙哦，你看我现在在那边叫卖哦，我在这边讲的头头是道，我的整个嘴巴都是泡沫，口沫横飞了，你看
这位阿姨呢，她还在沉浸在她自己的菜园的世界里面，那就算了。这三只呢，哦，你看他们看我的眼神有多不屑，他们非常习惯看一个人拿着稳定器在那边乱讲话，哦，他们也非常习惯的，哦，所以非常的这就是我们的家庭啦，哦，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哦，就是有一些大家都比较冷静一点哦，就是那当然啦，啊，就是一个团体里面必须要就是互补，哦，如果说有人安静呢，就必须要有人讲一点话，这样比较不会无聊，哦，现在我就是这个身份，大概是这样子，哦，那之后我们啊，对这个炼材，哦，我们之后再来想想一些新的，包括你看林妈妈的火龙果，火龙果也快好了，而且林妈妈的梦想的这一颗葡萄，它并没有死，为什么？因为它用了我们龙血的龙泉去灌溉出来的，哦，它基本上它是不会死的，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宫庙的精神，就像这一颗葡萄，给个熬，给个熬够未来在葡萄系啊，然后为了面子要去买一株新的回来放。哦，就是这样哦。我们之后葡萄如果产出来的话，那个每一颗葡萄都是充满了生命的爱，那个是无价的哦。我们不要说什么可以治疗癌症或什么，它光是呢，你吃下去，你正面能量，就像最近电视台的戏台一直在卖什么什么数字符号的那种项链手环啊，改变你的能量气场，那个有没有？我跟你讲，那个熏掉了哦。我们这个直接你吃下那个充满爱的那些果实哦。直接吃一颗就见效了哦，你的整个气呢就会翻转过来，你的运势啊，什么东西都会非常的顺哦。就是因为我们有龙泉哦，龙泉不是周杰伦那个哦，有泉大概了天化身为龙，不是那个龙泉哦，是也不是龙泉啤酒的龙泉哦，是我们连环炮的林妈妈的果园的哦，这个里面住着龙的龙泉灌溉出来的哦，这个是生命之水啊哦，85%的，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啦哦，那加够哎。马里哥五一楼，九层塔哥五吧。我都突然想到了，就是那个每次都要来我妈这边干她的九层塔，都干到忘记了。哦，就是我妈种了一堆九层塔。那最近，煮菜呢，有的时候想要用到九层塔，所以还是来直接这边摘比较快。这个就是九层塔哦。这个也是有加持过的。哦，连这个也要炼材哦。好。我先拔一点回来用就好了，拔一点点。高赞塔啊，这个非常的香，哇，好香哦！我真的觉得这个，但是呢，我不能拔太低哦，因为这太低的话呢，可能那个九九、大大、多多他们都有尿尿过了。虽然是也是可以啦，因为呢，毕竟呢，他们也算是我们的小神明嘛。你看，你看，我在搬的同时，你看，爱考爱对了，我大大跟来了。大大跟来了啊，怎么样，大大？哇，你看哦，啊，多多在远方观望哦。那我们大大呢，是我走到哪就跟到哪哦。这今天爱考爱对了，我也没得开玩笑哎。哦，好，那我的九层塔这样差不多了哦，拔一点点就好了。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啦，啊，我是来这边看，主要是跟各位分享一些小故事啊，然后呢，也感谢各位哦，每天都有在收看我们散步直播。虽然说呢，并不一定是在线上看，但是我知道很多很多朋友呢，你们都会在晚上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在一天的开始，或者是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到把心情哼成歌哦，只好到都哦都能念成歌词，就是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也是会看一下我们直播，哦，非常感谢了哦。那希望呢有朝一日我们的新的宗教成立的时候呢，希望各位信徒朋友呢哦多多参与我们炼材的活动哦。我们会举办一些法会，然后一些公开炼招财的一些单元啊，哦，就是这样子。好了，感谢各位收看了，我们差不多了哦。我满不上面躺个屁耶哦。那你看这个，他看着每一颗果实的眼神，都像在看着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他就是看我不会用这个眼神，因为干毛 Q 嘎嘎。好，感谢各位收看，拜拜。